我根本受伤这么严重，你们公司要负责。这样子的啊，你们的心情呢我是非常理解的。那么老牛呢在我们公司干活呢，他这样受伤了，我们也是非常重视的。那么他是在我们公司的话，我们当时是给他搞了工伤保险的，现在呢是终于是申请下来30万的赔偿金。这样子，可是这也不够呀。我家上有老下有小的，现在老牛伤成这样，不够还贷，这个有些钱真的不够。哎呀，我们主要是单位呢，也已经是按照国家的一个规定给到你们的这个赔款哦，也是考虑到老牛呢在我们公司呢也辛苦干了这么多年，我这边呢因为还有股东几位股东呢还要开会再商量一下，看看就是说最终再给你一个答复，这样子可以吗？你就先那个等这边的消息吧。那小王啊，我们这次哦，就是受伤的这个员工呢也非常严重，就是说他们还被评为残疾的，你看能不能就是说，因为他们家属来我们公司也意见也很大，我看看有什么好的方法，就是说帮我们处理这个事情。哦，是这样子的，这个我们之前我们公司不是保过一个雇主责任险嘛，然后我看我们就保了50-50万的，这个情况当时主任也跟我们讲过，然后现在这个工人他伤残好像是6级了，之前跟我讲是6级，我们这边算了一下哦，6级的话最终算出来可以，这边我们保险可以给他承担12万5。对，那就好，如果有这么多钱的话，我到时候就直接给他们哦，我也会安心。